有人会去打扫床垫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们只会洗床单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床垫你们有认真看过它现在是干净的吗？不敢看，不敢看，然后因为不想面对，眼不见为净。因为我本人是租房子，所以那个床垫它用多久我更不可能知道。哦。对，所以我那时候想说，反正横竖你都要做大扫除了，我就刚好房间有这一个除尘螨的。然后因为那时候床垫就赤裸裸在那边，对，就这样狂喷狂喷那个除螨的，哇塞，喷了之后我真的快吓歪，因为那时候我才刚把粪水都清干净，地板是白的，哎，它真的有虫跳出来，吓、嗯、到，就是我还真的拿起来一个洗尾，对，它真的有虫跳出来，我吓歪，被这个气味这样感觉，对对对，而且是真的是跳，就是很小很小，有点类似很像跳蚤，然后这样跳出来，你也不知道它是螨虫还是什么，就是。马上拿卫生纸把它打住，所以它真的可以除螨虫，好可怕哦！就想做实验的人可以来、哦、到的，对，所以就是这一些都是居家的清洁用品，希望可以协助大家在大扫除的时候轻松的扫干净你的居家环境。